方式提出申请，必须是正公益性质及研究教学和拍摄申请。申请的类别，教师教学，媒体为专题报道所需之摄影，公益，OK。所以个人，你是说个人名义申请都不会过？那如果是，媒体的话要带记者证吗？要是不好意思，那媒体的话要带记者证是不是？这样，所以平常是不能在里面摄影的。不能拍照，原因是因为那个现在连设计都有那个智慧财产权、著作权法的关系。连什么？连设计都有智慧财产权、著作权法的关系。那不能拍照是不能拍照是因为你下午忙完，你们签约的期限是？对啊，这样。大概是。谢谢。所以不能拍照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是因为智慧。连设计都要授权，连设计那个都要授权。连设计都要授权，这样。那媒体做专题报道就可以了。嗯，我是学校教学。那时候他这个智慧财产权就可以。因为他授权，就是他看他什么用途啊，主要是什么用途啊，要授权啊，是要经过那个单位的授权啊。你写完以后，我们要送到办公室去审核。这样。不是说你写好就可以直接拿证的。那如果是媒体的话，要带什么东西给你看才？要拿证啊，你到时候就看他是什么，比如说可能专题的报道或是什么的，你要写申请单，我们送上去，他们来审核。所以一般的个人名义请大概都不会过了。这样，好，了解，谢谢。那要带记者证吗？最好是带着，如果是报章媒体的话。了解，好，谢谢。因为他到时候我们会带，就是申请单写好带着你一起到办公室，然后直接做审核。了解，好。